得一年比一年快。你说咱俩以后会什么样啊？以后什么样我不知道，但肯定不是现在这样。不管这条胡同怎么变，我对你的心永远不会变。我要不看他长得像刘慧芳，我都不一定娶她。咱明天就去离婚。不离是干了吧。姐你知道吗，从小到大我就特羡慕你，从小特别努力的学习，我就想着长大我能多点选择的权利。姐你就是自私，你们没有一个人真正懂我。就是觉得自己活得不容易。谁活得容易啊，你给我闭嘴。我觉得没养过你这么个女儿，我不想再在我不喜欢的事上花费精力了。只有握在手里的东西才不会背叛你。我不同意，我必须给他找个条件好的。万一他们俩哪天一块发了呢？哪天呢？看着你我就知道没哪一天。我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，我也知道我目前给不了你。女人是需要安全感的。你没完了是吧？不像你吃着碗里垫着锅里的，你才是没有安全感。刘小雨你给我记住了，我是你的姐，你拿我走。我们长大了，不是小孩子。我想了很久，终于想明白。做自己开心的事才重要。这样才是心想事成的。心想事成，心想事成，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，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，强求不来。哎呀，我来了！哎呦，哎呦，来来来，三二一，接他！你说现在的年轻人啊，是真不容易。你说像咱们那年月，这岁数孩子都有了吧？时代不一样。我跟我姐都大了，你以后少操点心，能照顾好自己。要真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就好了。哪简单不简单？心先得想了，事儿才能成，是不是？你应该好好想想你自己到底想要什么，别让自己后悔了。知道。不是你知道什么？我知道，什么都是我觉得，我认为，我要。可你想过别人要什么？这件事情上，我觉得你就是自私。我说什么，你们根本就不懂。我们都好好想想，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？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生活不是电视剧，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。有时候，你不得不做出选择。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。还是过散了，肯定是过好了呀。你放心，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，永远都会在一块儿的。会好的，都会好的。大森，小森，加油！我很高兴。你做出了你的选择。
山楂是酸的，蘸点糖，那就是老百姓的日子，有酸有甜，有苦有乐。妈，您说世上真有心想事成这回事吗？心想事成，心里想，事情才能成啊。